little girl, my Chinese teacher took me to watch the movie "卧虎藏龙". I first watched it and I didn't understand anything. Then I went and I watched it a second time. There I still barely understood anything. So they told me a story. And they told me it was a beautiful story about the sword. My dream has always been to be able to fight like a real swordsman. So when I came to China, they told me they could take me to see a real swords master, one that made swords.剑，它已经超越了兵器的概念，因为剑的正直、正义、正气，成为一个百兵之君。像中国剑啊，在古代的话，它都代表着一种权力。例如像这一把剑啊，你看它这种外饰部分啊，实际上做工就比较精细的。它呢，你看。 它上面雕刻的青龙、白虎、朱雀，那个乌龟跟蛇，它是玄武，在中国汉代的时候有2000多年了，它就代表着四方之神、镇宅辟邪的这种寓意的。你能看得清楚剑身上面这种纹饰吗？上面很细致的这种花纹，它就是我们古代龙泉剑里面四大特色之一——刚柔并济的一种体现。 那是很辛苦的啊！那在锻造的时候是毛铁跟草钢表面层液态，里面层固态进行复合折叠的这种锻造。龙泉剑从欧冶子2600多年的时候春秋时期啊，就一直延续着做剑这种传统工艺，古法锻制。龙泉剑四大特色：刚柔并济、行气逼人、纹丝巧致、古朴典雅，一共四大特色。 现在你体现了这个剑文化，宝剑文化体现过来。但是做剑的文化，按照我们中国传统的方法啊，你得去帮师傅去到剑池湖，把我们淬火用的水，这壶调满水，好吧，走，我水可以自己可以加满，没有问题的。但是我故意用了挑水的扁担让它。 感受一下，就是说，至少让我感觉到他来学这个是一种诚意，不是说哎行就行，不行就拉倒。First thing I thought was, oh, that must be heavy. I mean, the equilibrium is like super hard. Going up the steps of those was really trialing. I mean, I can't imagine the past doing it every day. How dumb. 累吧，来来来，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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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累吧，来来打这个，我拎进去。The shoulders, they hurt so much. Like, I had it all red over here, cause like really hard. 当我看到奥林肩膀上面啊，实际上已经发红了啊，我觉得这个女孩子还是比较执着的，认真的。 我从内心上也是比较认可它的，所以挑的差不多，下午让你感受一下，也很累的，洗一下铁砂。你这个是什么？这是铁银砂。为什么我们必须洗？洗得干净，到时候提炼出来的话品质会纯一点。但是龙泉的铁银砂呢，就是说本来纯度就比较高，含量就是在70%以上，比其他地方含量要高20%。 嗯，你看，洗出来的东西都是黑色的，看。对。对吧？这种杂质要拿掉。你看，我会拿吸铁石吸给你看，像这种，就是全部铁砂了。你看，洗出来。嗯。好，差不多了，可以。一、二、三。 这种铁银砂就比较纯了呢，看到没有？对。到时候练的话，纯度高了，练起来就会省力很多。
像这一道的话是个千锤百炼的一个过程，这个是一个复合折叠锻造，你想感受一下吧，要这样，你看人家拿着锤子，你看到没有？好，来，你来感觉一下。I've never before used a hammer really like that, and especially when I'm like hammering the steel and I'm seeing the sparks coming up, I'm kind of afraid that my hand will get burnt touching the steel. 反了，锤拿反了，锤子反了，锤反了。啊，这样的 ，Oops。锻打烧红的铁块的时候啊，我们以前我自己在做学徒的时候也有，但是这种担心怎么说呢？有担心，但是担心都是多余的，因为你该受伤的时候，这种没法避免。像一把剑的话啊，像我们工作的时候是比较累的，注意力比较集中，所以具体多少次锤炼是没有人会去数这个数字的。这道工序的话呢，就是说是因为我们刚才原材料炼好之后啊，就是把这个原材料锻造成我们需要的一个剑形。这一道工序就是热锻成型。锻造成型完之后呢，接下去我们就要进入制剑行业里面非常关键的一个步骤，淬火。淬火的作用啊，在剑里面是非常一个核心的，因为在剑体的这种折叠锻造这种炼制的一个过程中啊，淬完火它才能最好的体现出你先前那道工序的作用，和它后续它里面那种晶体结构产生一个变化，产生硬度刚柔并济效果的一种。好，我们开始淬火啊，现在快开始，我来，你现在放走。淬火这道工序我们就算完成了啊，你看啊，这可以使剑身产生刚柔并济的这种硬度。磨剑呢，对于做剑来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宝剑锋从磨砺出嘛，中国古代这句话是这么说的呢。像这种磨剑啊，你看这剑上面不是有这么多面吗？对，它要有讲究手感，按在这个位置，手这个位置不要碰到磨石啊，到时候、按在这个位置，这样磨，一个面一个面磨，就是说剑磨出来的话，它能起到一个镜面的效果和锐利嘛，你要把它磨出来。哎，为什么你们用水？增加点磨削力的，不然的话干磨的话不对的，磨不出那种效果。中国有句成语叫十年磨一剑，就是说像这个十年磨一剑，对，就是形容这个磨剑的时间会很长，你磨的要非常锋利细致光滑镜面的效果之后呢，才能达出一种剑的那种寒气逼人的这种效果，你必须得花很多很多时间去做。虽然说十年磨一剑有点夸张啊，但是呢，磨一把好剑，个把月有时候还是需要的呢。所以才会有那种十年磨一剑的那种感觉跟感慨的。走，阿林，去让你感受一下龙泉剑上面的这种纹饰雕刻。我在这个上剑上面啊，剑上面专门贴了这些龙凤的一些图案。很像画画。对，因为你现在还不会画嘛，我贴着你顺着这个线条，线条进行刻就可以。哦，有很多。对，每个刻的工具，每个点啊，转弯的这个工具会不一样。对，有的。你看，用这先用这根。一般你用这个。对，那走线条的用这根，你看上面的线条，刻的时候，你可以稳一点，别把手砸进去啊。It's like incredible.And then the scabbard with all of the little drawings of the dragon and the phoenix. It's beautiful. 不要刻这么下去，你看你这些刻的深浅都不一样，这个要多练习，你看到没有？深深浅浅啊，你这些地方深，有些地方浅啊，对吧？那你要多练习，不是一会儿就能好的，不过还算可以了。那我们换一个工作，现在把你这个工作服脱了，让你试试
龙泉剑的锐利，走。今天感受了一天这种宝剑的这种制作啊，现在让你感受一下我们神广龙子的宝剑这种锐利度、威力。真的用？真的用。我先示范给你看一下，到时候你也来一下。这是一个一拳草席啊，到时候我们先试一下。你带这个？对，我先示范给你看一下，好吧？好。来，你来拿着敲。我拿你的。对。你看啊。四舍五入啊，用剑的这个部位砍，看到没啊？你来试试。等会我看啊。四舍五度角啊，弓之部，我也站远一点。对，油嘴在前面。你先不要劈，四舍五度角，这个角度过去是要这个角度，看到没？人往前一点。好，挥舞的高一点。再见。高一点。再往下劈，效果不错吧？很厉害，很厉害啊！走，好，实际上都能砍，对吧？是因为这种锐利度完全没问题的呢。I think it was very tiring, especially making the swords, because you had to go and carry the water, you had to engrave in it, you have to mold the iron beforehand, then you have to polish it, and I think it was very difficult, very hard.I enjoyed it a lot because it was something new, something I'd never done before. I'd never used a hammer before. But I think that this kind of job is something like very professional because it got lots of technique that you have to do very well. So I think it's something very much worth doing. 做一把剑有时候花上两三个月、五六个月、一年都是有的。因为它的时间短，如果很多精髓的东西啊，它实际上是没有掌握的，它只能说是感受一下。So I've come here and I've started studying with the master and it's been super hard, super tiresome, but it's been one of the greatest experiences I've been able to say. I thought I could make a sword in a day, but to make a sword you need so much time and you need to use your heart. But I don't regret anything, it was the greatest experience. So I hope that next time I come to China, I'll be able to make my own sword.